很多人呢在这土地上分教派，是，但是我咱们今儿不聊太深，因为他会恨你，因为他因为我会把东西丢给他，他会恨你，他会说捡儿我捡不完，不知道哪段儿，我能借人捡这东西吗？那么当然，师傅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就这一两段儿，那剩余咱们直播再讲。好好好。那你咱们直播见不？当然见、啊。那你直播来的时候，你能帮我什么？我能帮师傅什么？摇旗呐喊。啊，对不起。每一个人的光，每一个人的底子，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占耀什么光芒。对，你何必谦虚呢？是师傅。想一想，不然何必直播凑一窝儿？不要错一位啊，要来就干点事儿啊。你想的问题很好，咱们可以多聊聊。好。因为我发现你讲的这些问题都是一般孩子的问题，但是一般孩子问不出来，因为他们没转到那儿去。可是你的转法会带他们走出那个捆绑的思维。对，但我还蛮喜欢，就是真的是研究这种比较，其实有点点哲理，有一点点必须该研究。对，因为你不研究，你就会变迷信。是，我就怕人不研究，你应该研究，你不研究，你就会变得盲从。某一日某个机身降价，那说什么你是什么。是，那你今天这么动这么干啥，你为什么？就不知道啊，我就想这么动啊，干啥我就想这么动。那我哪天换个乐曲，你不就这样动吗？是，那就不是修行。我觉得很多人会跟我一样，比如说师傅你真的是拿个扇子打我脑袋一下，我就开智慧，然后我就眼睛开光了。这种办不到。对，我就是，但是我能办到的是，让你短暂清醒，让你在那短暂的时候灵光乍现。可是乍现之后能不能抓留下来是你的事。若要是每个人都可以神佛这样啪啪啪的加持，那这世道有何公平可言？也许我感觉有点点变清楚脑袋。我就说祭司嘛，我扇子收起来，不打他了。